无端嘞，你嘞，继续安尼一错再错，搁再错啦！嘿，你到底是安怎？你搞动作啥哈？防火墙还是防波堤呀？哦，啊唔过，照你这个土石流的速度，我一定会放弃的啦！你是安怎？一定爱做一寡有诶无诶，有遮个代志啊，你才会欢喜啊！好好做人真困难。你真正要甲你做嘛气死，你才会爽啊！太晚了，你们都拍定啥啦？嘿，你卖讲话哦，都是因为你啦，狐狸王。哦，你吼、哦，都伫遐塞人啦。朱立祥是塞你了后，伊就愈来愈糟心啦。你搁敢甲我讲话哦？我真正爱拍你出去。妈，妈，你啥呐？方立祥。你可能把我气到安尼，你也是明操心。我知我唔对，啊，不过伊是共我想骂的，伊生我饲我，就算安怎拍我骂我，这个也拢是我责任啊。你骂来这套啦，妈，佮甲我讲友好，我都会原谅你。因爸爸哦，因为身份的关系，无阿多领咱啊，那是无子啊，咱母阿囝，今嘛佫唔知影伫倒位咧。这个不吃狗，安尼对待这呀，我无法度驾驶你啦，我回去哦，就给你拍死，好恁爸爸来驾驶你啦！哎，妈，你妈呢？你肯定是个啦，已经骂了，根本就无记得，你为浪费开来，你为伊伤心，已经变啦，讲啥都无路用诶，你不如把你的开来，留来照顾大妈较实在啦。有新的人犯法，同款爱乖啦。你若是搁了，我准备拍你，你拍就拍，啥就啥，来啊！好，卖乱了。恁两个，我从今仔日开始，我若拍一遍，我就拍一遍。尤其是你哦，方立祥，你害你哥失踪了，搁害猫位楼梯滑落去，你即马搁有兵徛伫个遮，你应该即马马上就跪嘞，以等阿妈放下为止。大妈的位楼梯跌落去，不是我送你的，是应该我做你的。说。你啥？不是你是啥？今麦发生代志的所在，敢不是你政府藏家的所在？而且，恁这对奸夫淫妇拢踮伫遐，我看一定是李署长发现什么蛛丝马迹，甚至是已经哦找到你害枪的证据。所以才会走去找你，可你两个害到安尼啊！你莫再加油白乱叫啦！有证据才去讲，你唔免着急。等李署长若醒起来，伊就是人质。你这个不好做，甲煞袂楼梯卡，谋杀亲人的罪名会更加重啦。时间莫讲做李伟，你就等咧坐牢，准备吃面子饭。我无啦，他怕是该搬落去，够无关系啦。废话莫讲讲啊！你这口吼，真心讲话，真正是无采人的时间啊！我看吼，直接把你抓去警察局，安尼较紧啊！哥，小林啊，你来到这边吼，我要告方立祥，告伊伤害罗理事长，麻烦你紧将这位不孝子带走。我已经问过大楼的住户啊，有人看到，是罗理事长硬甲饭立位拖去楼梯间的。迄个时阵，理事长非常的激动。方立伟嘛有甲苦劝过，叫伊莫遐尼激动，也毋过伊听袂落去。伫这过程中，李署长的情绪失去控制，而且手无好势，家己跌落楼梯骹。即摆这是一个意外的事件。你拢听到无？李祥真正无动手，是恁错怪。好你相信
我的生气，不过我所做一切都是为了本家，我一定想要弥补我过去的错误，啊，不是这样，不是故意要害你，害你受伤。虽然不是我害你，啊，不过我也有责任，大妈，我对不起你。不给，你爹赶紧好起来，你爹平安无事。那是你阿爸阿妈话，我拢怪你，他妈。医生，阮姐今晚安怎啊？患者的性命暂时保掉，按规跋倒，有伤到第三节脊椎，导致第三节脊椎错位，神经受到重大压迫。恐怕会全身瘫痪。你恭喜啊，全身瘫痪。哦，那没什么，走啊，妈。患者血压真无稳定，所以就要靠病房观察。刷来四十八点钟是危险期。行。你一定要叫阮姊啊！你还无比阮姊啊平安无代志，我拜托你，我求你，我甲你跪，求你跪啊！好好好，妈，你慢点，你徛你徛，我一定会尽力啦。啊，不过我袂当保证结果安怎，太衰啦！姊啊，姊啊，姊啊！好了，妈。你先别这么伤心，别这么艰苦啦。我相信大妈一定会振作起来，度过危险期的。好，来相信伊啦。是啊，你袂当出代志呢。咱有讲好啊，咱来互相照顾，一世人呢。是啊，我拜托你，你绝对袂当出代志。